周杰伦晒照大秀肱二头肌。3月16号，周杰伦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照片，并配文：“来杯咖啡吗？”照片中，周杰伦戴着墨镜，露出壮硕的手臂，大秀肱二头肌，展示自己的健身成果。老婆昆凌和好友陈建州都在评论区留言夸赞。昆凌留言 ：“From dad bod to dad bone”， 称赞老公变壮了。蔡康永好奇的提问：“咖啡师干嘛露上臂？”引来有人回复：“哥需要强大的手臂搅碎咖啡豆。”而周杰伦似乎对这个留言很满意。这个好笑，但有不少的网友也质疑，这肌肉太假了，是不是偷偷 P 图了？芒果捞新闻，喝奶茶的周杰伦有偷偷健身哟。报道。